今天这支影片里面的底片模拟背后的音乐都是在 Artlist 上面找到的。找音乐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过程，很多时候你素材都已经拍好了，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音乐，让你迟迟没办法开始做剪辑的动作。这一次跟 Artlist 他们合作，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示范一下，平常用 Artlist 的时候，怎么样透过他们上面的一些工具，跟我自己的一些小技巧，来让大家更快的找到适合自己专案的一些音乐。那在开始找音乐之前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先确定你这一支影片想要的调性是怎样，因为一支影片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在痛调的定义上它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哦。所以像我平常在拍这种 POV 的影片的时候，因为它的背景音乐可能都是要比较 chill 的音乐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用它这边的这种索引的系统去做一个初步的筛选。然后我觉得这边蛮好用的点是它有这个它的波纹图，你可以去看一下说它的音乐的起伏大概是长怎样，就可以跟你的专案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媒合。像这种 lo-fi beat 的话，就是可以看它进入主歌的时候大概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同时你还可以去加不同的这个影片的主题，那它就是会再帮你去筛选出它已经先做好一个分类这样子。如果你今天找到一首歌，你觉得还 OK， 但是总觉得还是差了点什么，那其实 Artlist 这边的有一个功能，我最近还蛮常用的，就是有一个叫做 Similar Songs， 就比如说你现在很喜欢这一首歌，你想要找类似的，你就直接点这个。他这边就会跳出一些他系统觉得跟你选的这首歌风格很类似的一些其他的选项，
那最后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技巧，就是找歌这件事情不能等要用的时候才开始找，你平常最好就开始建立一个自己的一套资料库。像是我平常没事的时候，就会上来这边听一下，可能有这个 launch 的音乐，然后我就会直接选择 newest， 然后就是一首一首这样子听，然后听到不错的，我就会先把它给载下来，这样子，这样我之后在做任何专案的时候，就可以预先有一个自己已经先筛选好的资料库，就不用变成说我是先拍好再出来找音乐，我可能就是可以在我的资料库里面先做一个选音乐的动作，然后选的差不多，大概有确定这个影片的调性之后，再去外面做拍摄，我觉得这样子比较顺眼。那如果你不想要载下来，它二日上呢，同时也有这个资料库的部分。你可以点选这里，然后这边就有这个 Add to Collection， 你就可以把它加到你的这个资料夹里面。如果你对订阅 Artist 的音乐平台有兴趣的话，可以使用下面的链接去做订阅，你可以得到额外2个月的免费使用的时间。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先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内容的话，帮我按赞并且订阅一下。那按赞订阅这个东西呢，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因为它会让更多人看到这个频道，那这也是让我可以继续做下去的一个动力跟支持。好，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